管，咱各位乡亲啊，各位咱这个营造公司哈，咱设计公司啊，咱啊这个同志啦哈，咱这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真荣幸哈，难得啊，受到邀请啊，受到镇长的邀请哈，来参加啊，咱十里大桥东侧哈，高滩地。这个基础工程甲立美化，这个开工典礼啦吼。啊，那么现场嘛，咱姐姐啊，各位媒体啊，咱各位先生小姐啦吼，您辛苦了。那么，咱会记得伫今年啊，今年闽南古历啊，过年前、过年后连续一连串的一挂啊文艺活动吼。啊，拄啊，咱啊林小姐、惠兰小姐哈。好，详细来介绍咱的地队长哦，伊来介绍。当然呢，我必须借这个机会哈啊，来重申啊，来凸显这个议题。会记哩，咱认真拍拼，咱地队长一路啊行来，伊这四年来，伊也非常的用心，啊一路行来嘛，非常的啊艰苦。那么受到啊，咱姐姐各位乡亲。啊，咱公所的团队的支持，吼，的爱护，这里有这个啊，一路行来，才会平顺啊，才有法度来凸显到，来实现到啊，伊的进展。会记当初时啊，咱地镇长也身为了咱管理会的议员的时阵，伊要来转换跑道，伊曾经啊，捌甲我讲过一句话，我若有机会呢，来参选这个。镇长的选举，想要进一步，要甲浓缩，后壁来用伊的生命，要来经营福建西丽镇这个大西丽，咱这的乡亲啊，一块啊土地。那么，伊要参选的过程的进程，伊心理上都甲我描述为一个蓝图，真好的蓝图。第一个目标呢，就是伊。咱西丽大桥东侧，即是高滩地的一个计划整治，那个创造无同款，而且高滩地的花海之世界。那么甚至呢，伊还阁有一个足大的愿望，甚至还阁想到荷兰迄种自然的一个风吹啦，哈，咱讲发电迄种的，这个 idea。甚至会用创造迄种动静态，佮会用发电，佮会用创造迄个生命，佮创造迄个活力，吼、哦，来结合着咱高滩地的景色。那么西丽大桥是一个有历史、真好的一个哦观光的圣地，关东第一大桥。所以西丽多年来、数十年来，这个西丽大指标性。予大家拢唔捌去甲放袂记，唔过呢，一直无法度凸显到伊个主题，一直拢无法度来改变。那么咱镇镇长啊，伊接任咱啊西丽镇镇长这个职务的时阵，伊一直照这个计划来实现。以往过去历任的镇长，因所努力经营延续落来做袂到的，伊继续来拍拼。拢一直来甲实现。那么短短的时间呢？伊这三四年来，伊第三年、第四年，尤其是今年，一直奉献，一直实现，写所有的工课。这个工课要完成呢，要实现，唔是讲哦，随就任就法实现。咱所有的计划爱上，所有需要的经费，嘛爱对各部门对经费。相关的单位来争取，才有这个经费来完成这个任务。西平这个高滩地，咱拢所看到，就是放风吹，啊，这亲子活动上好的所在。那么地镇长来解决到以往历任来，咱负责解决的单兵这片北区已经有来接受到咱地方新书的协助，哦，咱。拄啊，咱啊廖善因吼嘛拢来现场哦，歌神歹势。那么因为咧合作，所以讲才有法度一直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实现这块。过年这个花海，大家拢有目共睹，真啊唔免阁加来介绍，配合着
咱这个西丽大桥头，这个每礼拜的拜五暗啦，哦，拜六暗礼拜，因家拢有一个艺文活动，有一个迄个街头艺人表演，公所拢有摆只社团种种来表演，所以讲这是一个真好休闲的所在，所以西丽这真自然的资源是真大。唔忙，在座各位啊，咱只好朋友会当继续来支持咱公所，继续来支持着咱的镇长，甚至咱议会的小辣椒，咱廖秋平议员嘛一直来咧甲咱斗三工，那么关心这块，所以伫第二期唔忙伫即处啊，真辛苦，而且连任之路会当，予咱地镇长啊继续。来连任，来完成到一连串的计划，把这个愿望来个实现，甚至第二期我会当来出现。那么咱整个所看的这小城绿地会搁较宽阔，甚至呢，搁来伊个计划上会结合到咱延平老街啊，咱一个宗教之旅，和咱结合到就咱这个西丽的这个商店街种种。这拢是属于伊规划一日游内底，伊 idea 内底会当一一来实现。甲咱个悠闲个所在，甲咱这个游客，甲吸引来咱西丽，来创造着咱个商机，哦，这是上好个所在。那么咱讲个，无论是软体方面，一直用心去做；硬体方面，伊若向中央争取着真济个建设，哦，包括咱拄仔所讲个。伫路面、路平的方面，陆续一直完成真侪真大的道路、市场南路种种，啊，也阁有咱啊街面一挂啊重要道路的 AC， 他们个翻修，咱增加路面哦，这个龙路啊，哦，甲增来路的改善，哦，咱这个啊，包括咱监视器方面的不足，也清楚种种啊，所以讲。伊种种遮个工课，咱渐渐一直拢看到地镇长伊用心咧经营个所在，一直拢有即个业绩个实现呈现伫咱所有顶面个啊目睭前，所以是遮啦，吼、哦，我个人，哦个人，哦来拜托各位，啊咱各位啊咱遮个时代，各位咱个团队，咱爱用心啊，即次咱更加爱用心来把咱地镇长。再次啊，甲送入咱公所继续，过来甲咱服务哦。尤其伫大湖埔、埔心地区，这个大湖埔这片将近啊四角外，这是真无简单的工课。咱西丽镇有真济公望，有真济望阿埔，一直拢要停止伊遐无在解决。但是呢，目前咱所看到，咱地镇长。跨出第一步，先甲一片保险的大湖泊先来甲迁葬，或者的先人有得到咱正人的香火，哦来甲祭拜。那么这片土地呢，整理了，又搁县政府遐伊争取了，有这个青字班来要来做这个景观公园，所以整个来对大保险地区，因所有休闲。绿地的空间会愈大，迄块土地的应用，不管后盖是休闲绿、休闲绿地，伊软体、硬体，拢是予大家拢有一个愿望看得到的所在。那么青字班的结作做了的时阵，相信以后大这个大湖埔一片，会来带动到咱埔心地区的这个地价的行情。那么迄片的发展性。会一直扩充出来，种种啦有真侪，只真无共款的做法。尤其咱地镇长嘛有甲第四号创局啊来争取到这个千外万这个基础建设，就是咱即摆所看到，即沿岸即个，伊拢开始有咧做建，有开始咧做伊个休闲配套措施，所以这结合性，一个起来连贯性。相信是今年有咧过年，咱会用阁看到无同款大西丽的风华再现。咱相信
这个业绩大家拢会看到，就是咱会店长甲咱公所团队所经营出来的一个上好的成绩。一只啦，哦，只嘛是代表着阮日七里吼，在里长啊来感谢着咱公所，咱只各部门，咱只团队平常时啊的协助，或者靠你里长对里长的推动，嘛才有法度一路顺风。一只在此感谢各位啊，借这个机会吼，祝福各位合家平安啦吼。心想事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黄靖国黄林。